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的第二卷呢、啊，现在是讲到行愿，行愿里面心所罚有49个，不相应行罚有24个。讲这些名相，上次讲到烦恼心所，随烦恼中啊，讲到这个小随烦恼，小随烦恼10个。上次讲到骄啊，第7骄，现在接下去讲第8害。害呀、啊，就是与众生有害心，这个害跟前面善心所里面的不害，他们两个刚刚相反。哎，善心所的作用，它是不害，不要伤害众生，啊，处处做到不害。而这里呀、啊，小随烦恼的害，它是不好的，是造业的，它经常要想办法伤害众生，就是损害、迫害、恼害啊，以种种方式来恼害众生啊。所以我们众生心中啊，经常有这个害与不害的心理作用啊，在哪里打仗，在哪里斗啊。普通一般人大致在生命方面来说，他的不害范围可能是画在人的范围里面，他可以做到不害。那么其他的动物啊，他就不能做不害了，他就有害，所以他吃肉要杀生啊。这个是普通一般的。学佛的人如果有学到佛的慈悲心，那么他的不害的范围会画大一点。那么他如果是吃素的话，也就不会伤害一般人这个饮食方面所用的动物的肉啊。所以对那些比较大的动物啊，猪牛鸡鸭等等啊，也会做到不害。但是再小的小生命，有的时候他就很难做到不害了啊。举个例子说，蚊虫来咬，啪，如果是蚊虫来咬的话，你的不害就恐怕做不到，因为一向的习惯，从小打蚊子打害虫成为习惯，所以发现身体上有什么地方啊，尤其没有衣服遮盖的地方，他这个蚊虫来咬，无论是痛是痒，巴掌一去是一下子啊，就是把它打死了。那么要做到连小虫都不害，那是比较不容易了啊。但是我们学佛呀，以佛的慈悲心，应当要尽量做到这一点啊。这个害烦恼心说对于众生的害处很大，所以我们要尽量啊把它减少啊，要慢慢学习，久而久之啊，它就会成为习惯。这是第8。第9是嫉，嫉呀，是嫉妒，嫉贤妒能啊。这个看到别人好，我不如他，他心里不高兴啊。那么因此就发生这个嫉贤妒能的情况来。这种情况也是众生啊，只要是凡夫也会有这种心。普通一般的嫉妒我们且不用说，说大的，在历史上啊，嫉贤妒能做的最彻底的代表作，可能啊，凭我个人的经验看的历史，将要形成三国的时候，那个东吴的朱玉
他的嫉贤妒能的这个做法呀，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对于孔明的嫉妒啊，简直不得了啊。因为那个时候曹操83万下江南，刘备啊，把他赶到江夏夏口，依靠刘表的儿子刘琦啊。这个时候刘备可以说足无立锤之地了啊。在曹操的想法，这83万大兵下来，一下子就要把刘备灭掉，同时要把东吴拿下来，那么这个天下就能统一，这是他的想法啊。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了啊。那么东吴跟刘备联合起来对付曹操。那么最主要的，东吴的都督啊，军事都督就是周瑜啊，这边就是孔明啊。那么就是他们两个人连起来呀、要对付曹操。可是周瑜看到孔明的这个才干，他怕死了，他就要想办法先把这个孔明除掉，就这么糊涂的人啊，这是嫉贤妒能的极点呢 啊。他们还没有做到灭曹的工作，可是他先想要把孔明灭掉。他看到孔明样样都超过他，他对鲁肃说啊，这个人我决意要斩他，不能让他留在世间。周瑜说出这个话，他说这个孔明这么厉害，我一定要把他消灭掉，这个东西不消灭掉，我让他住在世间，我没有安宁的日子。所以呀、他就要想办法来害他。鲁肃说，那你如果把孔明灭掉，你要怎么灭曹啊？啊，天下人也会反感啊。他说我会叫他死的啊，这个没有话说啊。我说你有什么办法呀？你看好了。他就找孔明来开会。就问孔明说，现在我们破曹啊，要用什么兵器比较实用啊？啊，孔明啊就说箭，射箭最重要。他说好，那么射箭，我们现在就是缺箭，那我请先生哈，你帮忙啊，帮我啊建造10万箭。啊，可以，这个我可以做啊，但是你要多少时间要啊？周瑜说10天。10天，曹兵早晚就到了，10天来得及吗？那等于是没有嘛。那你想几天呢？孔明说3天，今天不算，明天算起，3天。哈哈，那么周瑜想，这他就自己找死了，3天怎么能够造出10万箭？那要立军令状，假如3天交不出来，就要斩了。这个没有问题。马上签下军令状，要回到江夏。孔明走了，鲁肃就对这个周瑜说：“你怎么这样子啊？3天怎么可能把箭造好啊？实际上10天也未必啊。这是他自己找死嘛？我说10天，他有3天吗？这不是我害他呀，他自己找的。鲁肃很难过，鲁肃太老实。”他就跑到孔明这边来啊，孔明就一开口就说，我就跟你说，我的话你不能跟他讲啊，可是你就讲了，现在啊他要用这个方法来害我啊。你想想，箭3天怎么能够做得好？鲁肃说，那是你自己说的啊，那你自己找死有什么话讲啊？就是10天能做好吗？人工物资材料通通在你这边，他只要一动手脚，我10天就没有办法做好啊。何况就是规规矩矩的做10天，也做不好10万箭呢、那你怎么办呢？他说我自有益处，你可不要再问，不过你要帮我的忙，我需要的你给我啊，但是你绝对不能跟朱玉说了我就完了啊。你如果要我死，你说好了啊，那我绝对不会这样，我要保护你啊。那你需要什么我帮助你。他说你给我20条轻快的船，最快的船，给我这个20条船，这个能够围住周边的这个蓝布啊，有20个，还要很多草人啊，
就是那个稻草人呢 啊还要每一个船给我30个人给我帮忙啊。那么你这些东西我需要点你都给我，因为他住在江夏呀，跟东吴有一段距离，都是江边嘛啊。那么鲁肃啊就是不声不响的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他。哎，第一天没有动作，第二天没有动作，他把船都排到这个偏僻的地方，人家看不到的，他怎么做都不知道。等到第三天呢，他就要鲁肃来，他说来来来，你跟我去啊，待会收件。他莫名其妙就来了。那三天，那么你也怎么收件呢？那你来就好了，跟着我去。哎，半夜他就把这个20条船就开。20条船开到曹操的海滨的这个就池滨那个地方去啊。这个时候大雾弥漫了，伸手不见五指，都是大雾。那么他把20条船啊、东西一排排开哦，然后就里面的兵是擂鼓呐喊哦。这个曹操听到哦不得了，东吴的兵来了哦，乘着这个大雾怎么办呢？哎，唯一的办法射箭。派了10000个军人在江边射箭，正好中上孔明的这个计啊。这个一排尽量射箭，孔明算差不多了，一排已经射满了，然后再转过来另外一面给他射，统统射满了。天亮了以后，太阳升高了，雾散了，然后那个池边的这个曹军才看到，不得了啊，我们的箭呢统统送给他了，他开始走啊。而且那些军人都说谢丞相箭，大家向曹操谢谢丞相箭，大家赶快开船去追啊，来不及了。他走得很快，因为快船嘛，一下子走回东吴了。他已经约好叫周瑜啊，第三天早晨啊，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啊，到江边派500个军人来领箭。这个时候卓宇一看了，差不多要晕倒了，差不多要吐血了。他没有想到孔明是用这种方式造箭，这个叫做孔明造万箭。他不止10万了，还超过了，一条船里面最少有6000箭以上。结果想要杀他呀，不但杀不到他，他还帮上大忙。而且东吴不会一丝的力量，他整个把曹操的箭把他搬过来，我回头明天射他。所以第一次弄的这个周瑜没有办法了，他更气了，这急更严重了啊。中间经过3次啊，气得很严重。尤其这个周瑜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呢，他脑筋动到他的主子啊孙权的头上。他怎么想啊？他说孔明我耐不好他。好，他主要是刘备嘛，我把刘备除掉了，他就没有戏唱。他用什么办法呀？他想把刘备骗过来，把他杀掉。用什么方法骗他呀？用身来吊他。用什么方法？孙权有个妹妹还没嫁啊，用孙权的妹妹来吊他，说要他来遭罪啊。孙权的妹妹跟他结婚，这个事情不能给孙权的母亲知道就完了啊。他是跟孙权商量好了，就是用这个方法，真的刘备就来了。刘备要来的时候问孔明，这可去吗？去成功吗？他说，孔明一算，不但是最好大吉的兆头啊，而且能够把夫人带回来那去吧。结果他是带了这个赵云跟300兵去，他本来不给这个吴国太知道，他一到东吴啊，马上刘备就派赵云带300兵到街上去买那些礼物，买礼物，那么东吴的人看到你们买礼物做什么呀？你们不知道吗？孙权他的妹妹跟我的刘备主子结婚了，哈哈，有这个事情啊！这个话很快就传到吴国太。孙权的母亲的耳朵里面去了，你怎么搞的啊？谁说是我的女儿要嫁给刘备啊？哦，这个孙权这个时候下不了台啊，这个是周瑜搞的，他就把周瑜找来大骂一顿，你是怎么搞的？你们战争搞到连我的女儿都搞进去了，
这什么话？说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啊，他街上通通知道，大家都知道了，这怎么办啊？哎，这那个吴国太就说，我看看刘备这个人，如果可以做我的女婿的话，我甘愿女儿嫁给他，否则的话我再算你们的账。他把刘备请到吴国太那边去一看，哇，堂堂的这个相貌，他只看到刘备的两个耳朵就够了，他的耳朵是到肩膀的，堂堂的王帝王之相，哈，好，我的女儿嫁给他。结果女儿嫁给他，他又还给他带回去，这个那个时候已经得到荆州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周瑜没有办法派兵去赶呢，想在路上要把刘备杀掉，可是孔明比他更厉害，事先准备好在中途就把他接回来啊，而且叫军队大声的喊啊，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叫军士尽说这两句话，结果周瑜就吐血了，再过一次啊，他就气死了。周瑜被孔明气死，只36岁，可怜呐，啊，所以这我说这个嫉贤妒能做得最彻底的周瑜，所以他临死的时候连说。计生于何人量啊，计生于何人量啊，既然生我周瑜，为什么生诸葛亮来伤害我啊？他认为天公太不公平了，他没有想到他的那个嫉妒心害死他自己，36岁气死了，苦些死的都可怜了。所以孔明还去吊他呢，孔明吊他的那个吊词啊，我读起来简直要流泪，他是真心的吊，我有心要帮助你，结果你是弄出这个问题来，所以这个嫉妒的情况啊，你不要看别的，只看啊周瑜这种的嫉妒心啊就够了啊，所以周瑜的嫉妒啊，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我这个话不能说的太多，我变成讲三国，这是嫉。我们不能嫉妒，不能嫉妒要怎么做啊？学佛的人学随喜功德，普贤十愿大家都知道的，无者随喜功德，啊，随喜就是对治嫉妒，随喜就是对治嫉妒。我们修随喜功德就不会有嫉妒心，所以学佛要修随喜功德，就能够消除嫉妒心。这是第九，小随的第九。第十，坚定。这个容易知道的，我们平常把奸都跟这个贪呢，啊，连住，说奸贪，实际上奸跟贪不一样的，奸是坚定，自己有的一毛不拔，啊，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这是奸。贪，自己没有的人家有，我要把它拿过来，变成我的，那个才叫做贪啊。所以这个奸贪啊，奸跟贪连起来，实际上奸是只是自己有而不肯布施，奸细吝细啊，这是奸。这个容易知道，不必细说。上面是小随烦恼十个，小随呀，它是自类个别而起啊，所以叫做小，因为它一个起来不会连住两三个跟着起来啊，因此叫做消。中随就是无惭无愧，无惭无愧呀，简单说，做一个人没有羞耻心就是没有惭愧。不过这个两种稍稍有点不同的地方啊，惭是对自己说，愧是对别人说，所以经里面说，惭则惭自己，愧则愧他人，觉得自己处处不行，那是要惭；觉得人家做得好，我不如他，那是要愧。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惭愧，那就不叫做人了。因此啊，《涅槃经》里面佛就曾说过：“若无惭愧，以诸禽兽无相异也。”一个人如果没有惭愧心，没有羞耻心，那跟禽兽
啊，鸟雀啊，动物四脚的差不多。哎，那些动物禽兽就是没有惭愧心啊，所以他们也不要穿衣服。我们人必定要有惭愧心啊，如果没有惭愧心就不叫做人。所以前面的善心所里面有惭愧，这里说无惭无愧，它是遍不善性啊，自律俱取而遍不善性，凡是做坏事它都是跟住来啊。如果一个人没有学到仁义道德，这很可怕。所以你看现在有些造罪业的做了坏事啊，被抓了，哎，他毫无后悔。这个毫无后悔之心呢，那就是根本没有羞耻心，那彻底的无惭无愧，这是最可怕的啊。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这是叫做中随，比前面小随严重的多啊。后边八个叫做大随，大随它是不但是变不善性，也变于啊有福无忌心啊。不过这个八种大随烦恼啊，差不多都是跟前面的这个善心所相反的地方，容易看得出来，所以不必细说。第一的不幸，就是跟善心所的性相反啊，不幸就是不信因果，不信正法啊。那么因此啊，由这个不信他就会胡作乱为啊。第二的懈怠，懈怠就是前面精进心所的相反，既然懈怠懒惰了，当然就不会精进了，如果会精进就不会懈怠，所以懈怠跟精进是相反。第三的放逸，就是跟前面的不放逸相反，放逸就是放荡总逸啊。这个放逸啊，现代人最严重了，严重到什么情况啊？什么都是自由，所谓自由啊，它不是叫做自由，现代人的自由叫做什么？应当叫做由自，由自，由我自己，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谁也管不了我，皇帝老子也管不了我。现代人你看啊，有许多事情都是由自，他杀人放火由自，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谁也管不了他，他是无法无天啊。像这种的放逸那是最可怕的啊，那真是可以做到变成无恶不作，所以是大随，跟住根本烦恼都同时都来了。第四分成第五调局，这两种是妨碍修行啊，就是跟前面的清安相反。分成呢，爱困人，他平常好动，正在平常在动的时候啊，他就不会啊想要困了，一静坐一坐下来，昏沉下去就想睡。哎，我从前参加打气啊，等到这个止静的时候啊，只要止静声一响，三下木鱼止静，一止静啊，不到一两分钟，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点头啊。我并没有说话，他可是他对我说很好很好，一直在点头。为什么分神啊？他一坐下来心一静就爱困了，分神啊。你说坐下来好好的念佛吗？他坐下来就在爱困，去梦见周公了，分神。不是分神，还有一个是什么调局？调局啊，就是动动，心里乱动，打妄想，嗯，一坐下来一静，他就在打妄想啊。所以修行的人，不管你修什么法门，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两个东西，不是分尘就是调局。分尘嘛就爱困，糊里糊涂啊，调局胡思乱想，心里想东想西，
啊，什么东西都讲到，空间、时间、时间、过去、现在、未来，空间、东西、南北、上下，通通都讲。龙的心里根本静不下来，他还能修行吗？啊，那个时候老早就把佛送回西天了，啊，所以这个分尘调局就是修行的大障碍，必定要把这个分尘调局啊，把它对治好，才能得到清安。清安就是平等心了，就没有分尘，也不会有调局。所以这两种就是对于修学佛法的人的大爱啊。其次，十念，第六的十念就是正念，念指心中的正念，好的念头。举例说，你是在修念佛法门吗？好，修念佛法门就要一天到晚念念不忘一句佛号，时时刻刻提起这一句佛号，那就是你的正念。假如把这句佛号失掉了、忘掉了，那就是失念。参禅吗？参禅，看话头，啊，这句话头时时挂在心上，不能忘失。话头一忘失，那就是失正念。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修止修观也是一样，啊，假如把你正修的正念把它失掉了，道业就不能相信，啊，就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所以这个失念也是修行的一大障碍。第七，不正知，知见。尤其修学佛法的人啊，假如没有正知正见，变成邪知邪见。如果是邪知邪见的话，那就可怕了，很容易变成外道，甚至严重到造恶业啊。所以时时要关照自己正念正知啊，有没有正知正见。如果有不正知的话，要把它修正改正过来啊。最后第八个散乱，就是心里静不下来，散动啊。这个散乱跟前面的调局有点相似，但是现在说法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呢？前面的调局是越正在修持的时候讲，这里的散乱是平常时讲啊。不管你是不是在用功的时候心地一散乱了 啊工作都会做不好。你就是正在做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在散乱，工作也做不好。所以因此之故啊，真正要修学佛法，心不能散乱。所以念佛要一心不乱啊，如果念成散乱的话，问题就很严重。所以在修学佛法方面来说，这个散乱心对于修学佛法是有很大的伤害。因此之故啊，要注意这个散乱心，不能让它经常升起来。心所烦，51种当中除掉受想，剩下49种。49种前面的变形有3种，就是除掉受想，别境5个，善心所11个，根本烦恼6个，随烦恼20个，这里一共说了45个了，剩下最后4个，4个就是叫做不定心所。这个不定心所就是睡眠、恶作、寻、食这4个。这4个为什么叫做不定啊？它不一定是善，也不一定是恶，它可善可恶。例如睡眠，人的身体也像机器一样啊，用久了必定要休息，不休息会发生问题。那么人的身体白天工作一天啦，晚上应当休息，该休息的时候就得让他休息啊。晚上睡眠这是正确的，是好的，不休息不能继续工作，所以正确的时间该休息的时候就得休息，那个是善。假如白天应当工作的时候也在睡觉，那就是恶。
就是说不该睡的时候你在睡，那就变成欧巴。哎，孔子管他的学生管得很严呐，不让他睡午觉。啊，看到睡午觉的啊，还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啊，可是我是真是个一块大朽木，我天天都要睡午觉。我睡午觉的时候我就想到，好的，孔子不在呢。如果在，他又说我这块大朽木。本来午睡也不该有啊，但是这看情况了啊。假如晚上的睡眠不够，中午稍微补充一下也不是大坏事。但是如果睡的时间太长了啊，浪费很多时间，或者使这个身体昏沉啊，糊里糊涂，那就不是好事啊。所以睡眠有的时候它是善，有的时候它会变成恶啊。所以这是睡眠不一定是善恶，会随时发生变化啊。正当休息那是善，不该睡的时候睡那就是变成恶。第二的恶作，恶作有些地方写着悔，忏悔的悔啊，这就是后悔心啊。这个后悔心呢，看情况，有的是四善悔恶，有的是四恶悔善。30年前我在佛学院里教书，有一位刚出家的这个人，他在暑假的时候他要到我这边来看看啊，坐公车在万南一下车，他看到这个万南猪脚，他后悔了。哎呀，我出家太早了，我老早就听到万南猪脚，但是我没有来吃过。现在嘛来了，可是我已经是个出家人了，又不能吃。这个叫做四善悔恶。出家是善，好事，四善。现在后悔没有吃到万难猪脚，那是悔恶啊。实际上那有什么好吃不好吃啊，哪个东西你从前不是吃过的，而且他是中年又中年才出家的啊。实际上我看世间上啊，四脚的恐怕除掉这个坐子啊，剩下的恐怕都吃了。那么这种的后悔心啊，就是四善悔恶啊。出家是善事，后悔恶事。有些是四恶悔善，刚才蚊子咬我，啪打了一下，打死了，真后悔呀、啊！我实在不该打蚊子啊！从前慈老人家问他说：“我们佛教讲不杀生，蚊子来咬怎么办呢？打他还是不打他？”慈老就说，叫他用吹呀、啊，蚊子来咬的时候，吹走就好了。可是我们没有用吹，啪把他打死了，打死蚊子是恶，后悔不该打呀，我怎么这样做啊？老师不是说过吗？用吹就可以的。可是我当时一时忘掉用吹而用打，这是恶悔善。打蚊子杀生是恶，后悔不该做，知道这个不该做，以后慢慢要改掉，是后悔是善。所以这个恶作就是悔，越悔来讲比较容易懂啊。有的时候是善悔恶，有的时候是恶悔善。刚才有人来化缘，欢欢喜喜给他1000块，化缘的人走了，心里想：哎呀，我1万块整整的，现在不是1000块，剩下9000块，10000就不够了啊！真后悔呀、啊，是善悔恶，布施是好事情啊，后悔失掉1000块不好，这是是善而悔恶啊。刚才骂了人，骂人是是恶，后悔啊，我实在不该动肝火呀，实在不该骂人呐、啊，那就叫做是恶而悔善，
啊，这就是欧洲。第二啊，第三的寻，第四的实，这两种应当是连起来的，一个粗一个细而已。什么叫做寻啊？寻找。举个例子说，我东西失掉了，哎，皮包失掉了，怎么办呢？赶快找，那个叫做寻。没有找到，嘿，我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失掉啊？是车上，是屋子里，是路上，慢慢的想，那叫做思，啊，所以粗粗想到这个东西失掉，那急急的想。那就叫做寻，当下没有找到啊，后来慢慢的细想，那就叫做思，啊，但是这个找东西啊，这种的情况，寻思就义叫做觉观，啊，寻思就义就是觉观，觉就是寻，观就是思，啊，这种情况啊，在一般人凡是做什么事情，往往都会发生了。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是善的，有的时候也是恶的啊。例如偷人家东西失掉了啊，那么去寻找啊，如果后悔不对啊，那都是变成是等于前面的是恶会善情况一样啊。所以这个寻思就是寻东西的大致情况，我们现在不能细说。到这里为止，心所法四十九种讲完。接下来呀、啊。要讲24个不相应，相应心所有已经说过了，在行愿里面包含49种，不相应行法原来就有24，啊，心不相应行法24个，这个24个不相应啊，它的名称在表上写的是，第一是德。第二是命根，第三众同分，第四一生性，第五无想定，第六灭尽定，第七无想报，第八名声，第九俱生，第十闻声，第十一生，第十二住，第十三老，第十四无常，第十五流转，第十六定义，第十七相应，第十八世俗，第十九次第，第二十始，二十一方，二十二数，23合合，24不合合，这个叫做24种的不相应。讲这个24种不相应啊，它为什么叫做不相应啊？因为这24个名称啊，它跟心王不相应，跟心所法也不相应，它也不是色法，所以呀、啊，它又另外列为一类，以这24种另外分为一类，叫做心不相应行法啊。在行运里面啊，跟心王心所都不相应，也不是色法的这个名称有24个，所以叫做24个不相应啊。因为它是根据这个心法、心所法、色法这3个名称当中，它建立起来的一种名相，而这个名相是不与心王心所相应的，也不是色法的，因此啊，才叫做不相应。啊，举一个例子，先说第一个德，啊，我得到了。得到什么？举例说，得钱，我得到钱，今天人家有人供养我一个红包，我得到钱，得到钱的这个得的名称呢、啊，
又不是只得钱的人，因为得钱的人他有心王也有心说啊，现在不是指这个得钱的人，那么也就不与得钱的人的心王心说相应了。所得的钱是十方，现在不是指那所得的钱，而它只是一个动词啊，指我得到钱，只指那个得，不是指得到的钱啊，也不是指得钱的人物，只是得跟失相对。得失，平常我们有句话说犯得犯失啊，得到了我、哦、只是得到而已呀、啊，这只是指那个得到的名称啊，不是指得到的东西，也不是指得到的人。因此这个得与心王不相应，与心所不相应，它又不是十方啊，因为它只是一个假名而已呀、啊，所以叫做得。这是第一啊，这是以一所得的无论是善恶一切啊所得的情况而建立这个名称。第二个命根啊，命根就是指我们一个人受暖湿这三法组合起来，由过去的业力成熟，现在感受到这个生命，而这个生命的一体，不管他活了多少年，或者是活到100岁啊，120岁，这一体的报命能使他的寿命连贯起来，不至于中途断掉，这个作用就叫做命根。而这个命根呢、啊、只是指这个寿命的长短这一段时间，也不是指寿的当体，也不是指这个暖性，因为暖是火的啊，也不是指这个湿，湿是心法，只是指能够保持这一期生命连贯下来，中途不至于有所失，这个作用就叫做命根。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命根，所谓根是指这个由受暖之三为根本，保持这个生命连贯不断，一起报命为之命根，这只是一种假名。它不是指那个实法，因为它不是指受，不是指暖，不是指事啊，只是指这一起报命而说，所以叫做命根啊。所以命根这是一种假名啊，没有实法啊，不与这个心王心所相应，也不是实法，所以叫做命根。这是第二。第三叫做众同分，众指类别，例如人与人相同，人众当中我们同样都是人的一份。拿人来说，人与人，大家大众共住在这个地方，大众共住的大众都是相同，同样是顶天立地的人，这是人的众同分。天上的天人彼此都是天人，那是天人的众同分。畜生道众生，牛与牛相通，牛的众同分；马与马相通，马的众同分。乃至其他所有一切动物，同类的有很多，所以叫做众。而都是共同的，每一个动物相同的情况都有它的一份，所以叫做众同分。那么这个众同分也是一个假名，不是指这个人，不是指这个动物啊，也不是指他的生命，也不是指他的设法，也不是指他的心法，所以因此这只是一种假名建立，叫做众同分。这是第三。
现在只能按照这个文字消息了，消息啊、简单解释而已，不可能细讲。如果要细讲，值这个24不相应，恐怕也要讲过3-4天的啊、因为里面有些文字啊，内涵也很多。其次，第四，异生性，异就是不同，啊，这个异生性鉴别不是圣人，圣者正果之后，他们同样证到圣果的一份，例如初果以上，初果以上都是属于正果的圣人，啊、与圣果相同，所以他就不是异生性。没有证出国之前的凡夫都是异生性，意识不同。因为凡夫啊，人跟天不同，人跟畜生不同，畜生与畜生当中各类别也不同，他的体性跟圣者完全不相同，差别很多。鉴别不是圣人，叫做异生性。有些经论里面指众生就叫做异生性，他称众生就叫做异生性，啊、因为众生的差别很多，所以叫做异生性，啊、这是第四。第五的无想定，第六的灭尽定，这两种啊，都是越他修定的时候，啊，第六意识不起作用，啊，心心所法不起作用。因此修这个定，把心法心把八识心王当中，他把第六意识的作用把它停掉了，也把心所法的作用停掉了，都不起作用了。所以这个功夫定功如果修成就，叫做无想定。所以啊、接下去第七的这个无想报，就是他根据他修的无想定的因种。升到世界四禅天这个无想天得到无想的果报。无想定是因成就，无想报是果成就，所以无想定跟无想报应当是连珠的。灭尽定啊，是修出世间法的阿罗汉还没有证到阿罗汉果之前也能入这个定啊。按照这个《禅波罗蜜》里面说呀，三果圣者就能入这个定，入定的时候能够把受想的作用把它停掉，啊，所以也叫做灭受想定。他这个功夫比前面的无想定要强得多。前面无想定啊，只是把有想的作用把它压服住，不起现行。而这个灭尽定，它是能够把烦恼灭掉，啊，把三界内的烦恼灭掉。而正在入灭尽定的时候啊，它能够把第六意识的心所法通通停掉，而且能够把第七末那识的作用也停掉一部分，只剩下一个维系的第七识，粗的也能停掉。所以这个灭尽定的功夫胜过无想定多多。而且灭尽定它能够把烦恼种子灭掉，但是还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呢，三果圣人入这个定，入定的时候叫做灭尽定，啊，建立这么一个名称。但是它不是心法，也不是心所法，也不是身法，所以这个灭尽定或者是灭受想定这个名称呢，这是一种假名啊。所以叫做灭尽定，也是一个不相应行法。那么第七的无想报就是跟前面无想定连住的啊。前面讲了这个24种不相应当中啊，已经讲了7种啊。无想定与灭尽定啊，都是修行的功夫，这个要很不容易明白的，也就是要把它说清楚啊，也有很多困难啊，因为他这个境界是很高的，那必定要从这个《禅波罗蜜》里面所说的这个道理呀，一加研究，才能明白。所以现在只是指这个无想定的名称、灭尽定的名称跟无想报的名称
都是指这个名称假名，不是指什么。因为单指假名啊，所以与心王心所不相应，又不是色法，所以叫做不相应行法。无想报的果报啊，是在无想天。外道修无想定，升到无想天啊，他升到无想天呢、啊，有五百大劫，这个世界成就坏空五百次。五百大劫，他的心里不起想的作用，所以叫做无想定。刚刚升到无想天的时候有半劫啊，世界一大劫的半劫，半劫的时间呢，慢慢慢慢的去向就完全无想。刚刚升到的时候有一点想，慢慢去向于无想，过了半劫，他的想的功用整个停掉。那停掉不是没有，而是把这个种子压服住，不起现行。这个不起现行的时间呢，有499劫啊，因为已经过了半劫了，就是499劫半。第500劫的前半还在无想，后半呢开始有想了。后半的开始有想，又是从细到粗，慢慢慢慢，他这个想心所啊，这个种子慢慢起作用，升起现行。等到这个想心所完全升起现行的时候，就是500大劫满了。那么所以500大劫满了，这个无想定的500大劫的无想报满，他又要堕落，他又要顺着他以前造的业，看该升到什么地方，他就顺着他的业力再去受生啊。这无想定是没有要生死的，是在三界内的啊。他得到这个无想报只有499劫无想，实际上细说只有499劫无想，刚升半劫，将满的半劫都是有想。所以500大劫当中啊，只把想的种子压住，不起现行啊。可是他将来这个无想的时间过了，他又起来了啊，还是一样凡夫，还是要轮转。灭尽定不一样的，所以他没有说灭尽报啊。灭尽定他证到了第四国，就证到灭尽定的究竟，就不必再出定了啊。证到灭尽定的阿罗汉，他就完全在灭尽定的境界里面，但是他并不是像死水，他还是活动的，但是他在定中啊，永久是灭尽，因为他把三界内的烦恼已经断掉了啊，见惑80、80，思惑80一品断掉了，所以他这个证到灭尽定的究竟果的就是第四果。到了第四果了呢，已经超出三界，没有轮回生死，所以灭尽定没有灭尽报，这个要分清楚啊。这前面的无想定是外道的，有生死的啊。这个灭尽定是佛法，是二圣人声闻缘觉所修的功夫啊。烦恼断了，出三界，所以没有报啊。接下去，第8、第9、第10，名声、具声、闻声，这是在文字方面建立的假名。啊，所谓名声，一名为名，二名就叫做名声，三名以上就叫做多名声。啊，这里的声呢、啊，你不要误会，因为指这个身体啊，不是指我们这个人生的身体。这个声是即去一，去极的意思，去极，啊。名字去局有2个以上就叫做名声，3个以上就叫做多名声了啊。我们举个例子说，例如我们平常在点香烧的香，只说一个香，那是名。假如说香炉，2个名字合并起来，香跟炉，香炉合并起来，那就叫做名声了，因为2个东西汲取起来，2个名词汲取起来
就叫做名声啊。单说香名而已，香炉啊，那就叫做名声了，因为它有两个名字啊合并起来了。句声，句是句子，文字的句子，一句两句啊，一句只叫做句，两句以上就叫做句声。举例说，我们佛法里经常说诸行无常，只说诸行两个字也成句，可是它的道理没有表达出来，要加无常两个字。诸行无常啊，诸行一句跟无常合并起来就成为句声了，就成为一句话，集气起来成为一句话，所以叫做句声啊。诸行无常就等于句声啊。再简单，只两个字也会成为句声啊。例如说鸟，鸟也是一个动物吗？一个名词吗？所以这就也可以作为一句啊。但是它不能成为句声，再加一个字，飞，鸟在飞，鸟在飞的时候，鸟飞就成为一句的句声了啊。所以文字上有名声有句声，这个名声句声的这个成就啊，要靠文字。第三，文声啊，这个文声呢，就是文字的字啊，文字的字啊，多字集聚起来就成为文声。例如说，一字为文呐、啊，两个字就叫做文声了啊。在这个意思是表示它能够彰显文字啊，把这个意义表达出来，那就叫做文声啊。例如说，我们要写文章啊，写一篇文章，一篇文章有多少字啊，那里面的道理它都能够彰显出来，那就是成就的文声。名声、句声、文声，这是在文字上详细分别声音跟心里所想的法，都有这些道理啊。那么这就是八九十啊，这个不相应行说八九十这三种啊，都是在文字方面呢、啊、分立这个三种名称，都是假名，它与心不相应，与心王心所不相应，也不是色法，嗯，或者你会说，那写的文字不是色法吗？因为现在是指的这个假名，不是指那个文字当体，啊，只指假名，所以叫做名声、句声、文声，都是属于这个不相应行法。接下去，生、住、老、无常。这第十一到第十四，这四种啊，实际上是说明人的一生，啊，人的一生的时间，生，十月怀胎生下来，不就生吗？以此为例，其他一切法的生，啊，凡是一个法生起来，先前没有，现在有了，那就叫做生，啊，种下去的种子萌芽了。啊，开业了，那也叫做生，啊，住，这个东西生长之后，让它住一段时间，有暂停一段时间的住，例如我们人，十月怀胎满了，出世了，生在人间，住世多久？假如你活到100岁，那么住100年，活120岁，像赵州。啊，就住了120年，啊，看你住是多久就住多久，这个叫做住，住也是假名，生也是假名，就表达出这个东西生下来而已，它这个生与住的呢，都与心发、心王、心所都不相应，而不是指这个生的住的当体，所以又不是生发，只是指这个假名。所以生于住，例如我们人生下来以后住一段时间，老，人会老的，
啊，不是观音菩萨年年十八，啊，观世音菩萨，当然他年年十八了。你看我们大殿上的观世音菩萨像，啊，已经三十几年了，他还是那么年轻，他一点也不会老，啊，为什么他是年年十八的，我们不行啊，嗯。我中年时候三十几岁到南部来，现在我是个老头子，哎，那么这个老的时间到了，可以说无常就近了，无常就近了，就在隔壁，哎，他随时随地要叫你走就得走，所以这个老说明世间无常，啊，住了以后慢慢在哪里变化，这里叫做老，就是。这个生住意灭的意在哪里变化？无常，说无常比较文雅了，实际上就是灭掉，啊，有，忽然之间没有了，啊，例如人死掉了，那就叫做无常，啊，所以诸行无常，世间一切法，凡是流动性的，有生有灭的，通通都是无常，啊，有生必定有灭。有成必定有坏，从古以来不曾有不坏的东西，不曾有不死的人，啊，所以有无常，啊，有了会凡尘即无，所以叫做无常。生住老无常，可以越人的生命讲，可以越万物的生住意灭讲，可以越世界的成住坏住坏空讲。第十五的流转，啊，流转呢，说简单点就是指这个因果相续，因果相续在哪里转变不停，流是动，转变不停，啊，因会成果，果中又再生因。举例说，我们种水果，啊，水果的种子种下去了，因，哎，它会生长起来。开花结果，那么这个水果又成果了，那么这个水果的种子再种又是因了，啊，那么因种下去将来又成果了，所以它啊因因果果这样子流转不息，那就叫做流转，因因果果流转不息就叫做流转。由此可以想到，可以明白我们人也是一样的，因因果果流转不停的。现在我们是个人，顶天立地的人，这个人从哪里来？从你过去生造人的业，啊，过去生造人的业成熟了，今生来做人，啊，那么这个人是现在的结果，过去造的人的业是因，现在的人生是现在的结果。可是现在你这个人生又在造因呢，从出世以后到最后眼睛闭起来，啊，呼吸停止了，这段时间几十年的时间，上百年的时间，你又在造因，造了很多很多的因，强者先圈，今生所造的因最强的，他就拖住你走，跟住他走，啊，假如你这一生修持最好，啊，这个修持的无漏的功德拖住你，使你解脱，啊，那就最好了。假如你今生在做人，种人的因，今生人的果报满了，将来再转身做人，那又是啊，从因治果，所以因因果果相续不断，那就叫做流转。其次，定义，定是一定，决定。意识不同，啊，因跟果绝对不同，啊，因在因的时候就叫做因，啊，虽然是果，可是那个时候叫做因。例如种田的，啊，他谷子收起来要做种的，叫做谷种，谷种，这是种子。那么这个种子不叫做果了，为什么？因为它是要做因的。他就因啊，既然是因，他要留住将来做因，那么这个因种啊投下去，将来他又会结果，所以这个因不是未来的果，啊，
我们现在投下去的因种下去，将来它开花结果，开花结果的果啊，虽然跟这个因相同，但是不是因的原来的那个种子了，因为那个种子种下去就已经消失了，所以因跟果是完全一定不同的，因跟果一定完全不同的啊。拿我们人来讲，现在在修行，假如你在念佛是因，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果，那么果跟现在因不一样，为什么？现在是凡夫，果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那是圣人啊。那么无论你在哪一方面，它的因果一定是不同的，因果个别，所以叫做定义。其次相应，什么东西相应呢？因跟果相应，每一法因跟果相应，如是因如是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绝对相应。有人把瓜种种下去结果是豆子吗？不会有这个事情，这是反常的，如果有的话那不是实在的。真正该有的就是这个如是因种下去跟果地相应，果也是这个东西，你种豆子结果也是豆子，因果相应啊。那么你做什么因结什么果，种善因得好报，种恶因得苦报，这是一定的，这个叫做相应，因果相应啊。其次叫做世俗，世是势力，俗是快啊。有为法，凡是有为法都有它的势力，而转变都很快，有为法都有它的势力，它转变都是非常快。那么这就包含94法啊，每一法它都在转变，而且转变得很快啊，没有一法不在转变的，时时在转变啊。所以他乘着这个有为的无常的势力，在哪里啊，很快的就转变过来，时时在转变。因为他时时在转变，好像啊这个水在奔流一样，他的势力很紧缩的就往前推进，所以叫做世俗啊。其次啊叫做次第，一切法都有它的次第的，按照顺序来，任何事都有次第啊。凡是世间法在四项上通通有它编列的次第啊。例如说啊，这个时间呢、啊、都各个有它的次第，方向各个有它的次第，做事各个有它的次第，这个次第都是一种假名。事事都有次第，不能颠倒混乱，那就叫做次第。春夏秋冬啊，一年到晚，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四季就这样子转过不停啊，这是有次第的，不可能把夏变成冬，不可能把秋变成春，它一定是春之后是夏，夏之后是秋，秋之后是冬，冬之后又春，就这样子轮转不息，但是必定有次第，不会有所错误。啊，这个是次第，其次是时啊，时是时间，时间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从古以来啊，这个时间都在流动不息啊，时间一直流动下来啊。有句话说，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天上的月亮，古人已经过去的人啊，已经过去的人，那些古人，像三国时代的古人，两汉时代的古人，唐宋时代的古人，他们都没有看到今天的月亮，我们天上今天的月亮，古人不见今时月，他没有看到。哎，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也
给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月亮照顾它。金月曾经照古人啊，不管你是孔明也好，张良也好，他们都被他照顾的啊。金月曾经照古人，这是时间啊，时间流动转动过不息啊，过去现在未来一直在继续转动不息，这是时。这个时间不与心相应，不与心王相应，不与心所相应，也不是什么，所以属于这个不相应刑罚。其次第二十一个是方，方是空间，空间方向，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四维有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方下方就是所谓十方啊。方有方向啊，任何地方都有方向啊，必定要讲究方向。看瑜伽看地理的，他最讲究方向啊，他这个山头他都要注意到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方是一定的啊，有这个空间的方向。这也不与心王心所相应，也不是什么，因为指这个方向的假名啊。第二十二数，数目字，世间的数目字，一十百千万万万亿兆这些数目字啊都是假名。这些数目字不与心王心所相应，也不是十方，所以它只是一个假名的数目字而已。但是这个数目字会说话的，我们天天看报纸上的数目字在说话所以数也是个假名，属于不相应刑罚。第二十三个和合啊，众缘聚会就和合，例如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经，众缘聚会，大家有这个时间，星期天大家发心来这里听经啊，那么这就是和合啊。缘尽则散啊，我们讲经有一定的时间啊，这一节课讲完了，下课了，下课个人回家去啊，就是不和合，不和合就是显示缘尽则散啊，缘尽则散。缘成这啊这去啊，缘成这去合合合，缘尽这分散不合合啊。世间是不是合合就是不合合，这两种处处都有这种的景象。这个东西合合不合合也是个假名啊，这个假名啊不与这个心王心所相应，也不是十法，所以它叫做不相应刑罚。到这里为止，二十四个不相应的名称简单说完因为我不能说的太多在时间上今只讲到第二卷，但是这些名字在这里不能不说不说没有机会做介绍那么到这里为止，就把这个行运的名相所包含的二十四种不相应跟前面的新手法统统说过了，下次就讲行愿的经文，下次就要看经文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